上人啊，无叫老庙天命，要伫金庙济公外佛啊来加持，哦，这个珠宝课程会当圆满顺利，感恩。啊，各位咱圣人龙华禅修协会啊，邦桥道场以及咱台南道场、屏东道场啊，咱诸位道亲、善男信女、大德大家好，以及咱 FB 啊，即个啊道友。啊，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仔日是六月二七，礼拜日。啊，奉咱现任上人天命指令，啊，因为这个瘟疫的期间，咱道场拢也伫咧停顿的时间，所以奉旨来这个主播，哦，咱圣人宫啊，台邦桥道场、台南道场、屏东道场，这道亲，在这个防疫的中间，会当在家中。啊，这个听课共修，啊嘛，这个课程嘛会当来安定人心，哦，咱这个道亲在家中来听经文法，来净化人心。啊，这个瘟疫这几天个观察起来，啊，慢慢有小可较稳定，啊，但是嘛，希望咱各位道亲，啊，在这个防疫上嘛是还佫加强爱注意，尽量爱配合政府的政令，啊，唔通。啊，来违反政府的政令。虽然眼前看起来状况有道道伫咧改善，啊，不过咱的心嘛袂使放弱。伫这个中间，咱爱愈坚定，坚持到最后，吼，把这个瘟疫会当来控制落来。啊，以最近媒体伫咧报道来看，吼，伫这个啊政府的努力之下，吼，无论是咱这个进口的这个疫苗，甲国产的疫苗。听起来慢慢嘛，拢有一个啊方向出来，所以甲看，如果咱这个疫苗若是会当顺利，就进口个国产的疫苗来当出来，相信这个瘟疫可能真紧就会来过去。加上最近这个瘟疫的这个趋势嘛，慢慢有伫咧下降，在两方面之下，这个瘟疫呢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控制，咱嘛会当希望会当得到这个目标。啊嘛，但愿上天保庇，会当予这个瘟疫会赶紧会当来控制落来。啊嘛，予咱这个啊疫苗会当啊顺利，后来予咱的全民使用，予咱这人民会当看会当在短时间内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今仔日咱来延续昨个课程，啊，昨个课程，昨咱讲的这个三宝妙法，啊，师父都有来讲到这个。第一步，通天灵窍、玄关灵窍的这个题目，从咱这个第一步的课程有来讲到咱为什么爱来求道、求这个三宝。哦，咱有讲到讲这个玄关灵窍、自性灵修的重要性。哦，啊，甲令咱的修行日后咱这个灵性，要对这四相、四心六门，还是对玄关出去？啊，这个六道往生，也是讲要来回归无极，啊，这个灵魂归处的这个命，这个窍门在多位，咱们嘛有真详细来解说清楚。那么咱今仔要来讲的是第二宝，啊，第二宝，这个第二宝是咱这个通天佛灵，通天佛灵，咱圣人宫的这个三宝第一宝，就是讲来求明师点开咱这个。玄关灵窍，予咱的灵性复活、升德修修，予咱会当在这个自性灵的世界来修行，最后会当来啊行功立德，来慢慢来修起咱的这个习性，改变咱的习性，予咱的灵性会当清净，最后会当回归无极离天，东正龙华盛会。那么，东正龙华盛会就是一个佛净土的世界。那么龙华盛会是对一尊佛的净土的世界，那么这咱就要来详细来介绍清楚。伫咧这个圆会图内底有来介绍，伫天地重开的时阵，上天就有派十佛来这个娑婆世界，对诸位开天、抽位辟地、引会化缘人，一直行到这个啊卯会、辛会，以及这个。十会以及五味会的时阵，当这个啊卯会、辛会的时阵，
到这四岁时阵是七岁知识，你然后行到五米岁时阵就三佛修尼。那么七岁知识过了时阵，这第八佛就是咱染定佛，将这个青阳期龙华初会太上老君。过来第八佛就是咱这个释迦牟尼佛，将昂扬期龙华二会。那么第十佛嘛是因公上天派来最后一尊佛，就是咱弥勒佛，来将这龙华三会哦，嘛因公是这个白羊期。那么白羊期又称三期八劫啊，三期八劫，这个何为八劫？为何为三期八劫？就因公这个地球行到这个三期八劫的时阵，就是已经快要进入这个空怀的时阵。然后这个地球将回归混沌冰河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将万物不存。所以释弥勒佛的天命是非常的殊胜和重大。弥勒佛上天派伊在第十回要来修缘，嘛是因讲咱娑婆众生最后一尊佛的净土的这个归处。所以咱的第二部通天佛印，就是咱这个南无弥勒佛的圣号，嘛因讲咱伫咧求名师开玄关灵桥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咱若是透过禅坐伫咧修行，咱就爱意所玄关。这个玄关因为是咱的灵桥，咱爱意所玄关，然后舌头顶上颚，用咱的意念，用咱的意念去默念南无弥勒佛，用咱的意念去默念南无弥勒佛。咱的意念默念南无弥勒佛这个过程当中，咱会当以弥勒的这个愿力相应，嘛会当以弥勒的这个净土相应，嘛会当得到弥勒佛祖的这个慈悲宏慈大愿的这个保佑。弥勒祖师是目劫第十佛，嘛因讲是这个道统第十佛，伊的净土又称为天如意莲华盛会。净土佛教讲啊，做这个多帅天啊，这个内院多帅天有分这个外院跟内院，佛教讲是多帅天内院。那么一贯都讲这是这个将天盘无极力天天盘，那么咱都教讲这莲华盛会天如意。弥勒祖师天如意净土又称莲华三会。那么这莲华三会是有一个由来。这不是说我们道教自己编造而已，在释迦牟尼佛昂扬期2500多年前在要涅槃的时候，他的这个学生就来问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涅槃离世了的时候，未来将以何法来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就说，末法时期将有一尊佛会在这个榕树下为众生受记，来得到这个得度。那么释迦牟尼在讲这个榕树下所预告的，就是弥勒祖师将应允这个莲华三会，在末劫期的时阵来普度末劫众生，救度有缘人。所以，咱的第二部通天佛印，就是这个南无弥勒佛圣号，嘛因讲来应这个弥勒净土。和咱的灵魂伫咧求道了的时阵，咱这灵，咱这个玄关灵窍来开启了时阵，和咱这个灵性会当以天佛院啊这个净土相应，然后来持弥勒佛的这个圣号，更加会当来得到弥勒宏慈大愿的这个加庇啊，甲加持，和咱会当啊借这个佛力来得度。修行过程当中，禅宗曾经有研究过，修行人有两种往生净土的方式，一种就是靠自力解脱，另外一种就是靠佛力解脱。释迦牟尼在世时阵，有来介绍这个西方净土，众生来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就是叫做借佛力解脱，众生会当带业往生西方净土，这就是借佛力解脱。那么禅宗是较讲究借助力解脱，借助力解脱。那么咱是咧修三宝的时阵，咱会当意所心观来持这个南无弥勒佛，
如果咱也是一个精修者，咱也有可能得到这个自力解脱。如果咱也是精修精进度较无够的人，只要卖犯习恶，咱也有法度得到弥勒祖师的这个佛力解脱。所以持这个南无弥勒佛来修这个三宝，有一个好处。无论你是一个精进者，或者是可能你的这个功力较无够的这个修行者，你拢有法度得到这个佛力。解脱去这个弥勒净土，这就是弥勒祖师的这个三宝妙法的殊胜，会当使众生带业往生，而且带这个业是带旧业，不是新业，吼，咱这要解释清楚，吼，就是可以带这个旧业往生，再不能再造新业，吼。当然皈依了后，是咱未当过去做这个，未当去做这个新业，吼，咱当然都会当来好好来修心养性。所以咱第二步通天佛印南无弥勒佛，咱老母娘降三宝时，伊嘛降一句四句。伊讲：诚心持念弥勒佛，量天护法保安宁。各位道亲，咱弥勒祖师伫咧三劫末劫量化三会，即个末劫一着来应运度众生，降三宝妙法来救度。三宝有缘人，除了要使众生灵性解脱以外，当进入莲华圣会道场的这修行者，如果你若时常持念南无弥勒佛的圣号，那么你若讲诚心持念弥勒佛，量天护法保安宁。当你还未解脱、还未涅槃的时阵，你若诚心来持念这句弥勒佛的圣号，你会得到量天护法，日常当中会来护佑你消灾解厄，会当甲你大灾化小灾，小灾化无灾，会当保护你这个心安宁，会当甲你护心保命。所以讲持念弥勒佛，除了伫咧修行解脱以外，嘛会当来护持咱这个肉身。会当来得到平安，得到这个健康顺利。弥勒祖师弘祖台湾，伊本身愿力真强，诸佛赞叹。除了伊的净土以修以得以外，弥勒祖师在人间嘛现世几啊代过去，在人间时时伫咧现世人间救度众生，所以弥勒祖师真了解无下众生的痛苦伫多位。所以弥勒祖师除了以这个三宝来度众生解脱以外，以弘祖台湾嘛会当来使众生，会当来保佑平安，保佑这个顺事。无了众生生活在一个污浊世界，应讲生活压力真大的这个社会当中，众生需要经济，需要物资，才有法度过生活。所以诚心持念弥勒祖师。幸好弥勒祖师嘛会来保佑咱遮龙里红路平安顺时，会当来好好去伫伫这个工作上认真打拼，会当来得到一寡生活安定。这就是讲咱持念弥勒佛的好处。有当时咱人呐工作上较袂顺时，还是伫情绪上较袂稳定的时阵，咱拢会当把这个心静落来。来持念这句南无弥勒佛，当这个心静来的持念这个南无弥勒佛的时阵，有可能你有真多因果，还是真多问题，都会慢慢来做一个转变。在工作上，有可能让你慢慢来顺势；在财务上，也有可能让你慢慢会当来安定；在身体上，也有可能让你会当来消灾解厄。所以讲，老母娘就甲咱讲，叫咱来诚心持念这个弥勒佛，量天护法，就会来甲咱保安宁。何为量天护法？量天护法就是咧讲这个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其实就是称为气天神，甲这个夜叉鬼卒。一个真心修行的人，咱夜叉鬼卒都会来。保庇你的平安，未来伤害你。所以这句弥勒佛的圣号殊胜就在这，因为它有天命，
所以天龙八部拢会来扶持这个天命，哦，保佑这个真心修行的这修行者。龙天护法又称为气天神、天龙八部，这拢称为龙天护法。这龙天护法因嘛是要修功果，要得到晋升，所以因只有能扶持这龙华圣位有归这龙凤女，扶持因平安，因才会得到功果。所以龙天护法来扶持这个正道的这皈依龙凤女，因嘛是伫咧修功德、修功果，这是嘛是因的这个啊，伫咧行道的这个方式。那么后壁一句，母娘有讲讲，时时常念弥勒佛，三灾不然不来侵。各位道亲，这毋知是巧合，还是老母娘这句话讲了真实在。这回啊，咱台湾洪来仙岛，在这个三灾八难的这个运灾里底，应讲在咱北部台北市甲新北市造成一个真严重的这个灾难，啊嘛造成咱北部的这个道亲，吼，在这个瘟疫的这个热区里底，那么咱邦桥道场啊，拄啊在咱这个热区里底。那么咱邦桥道场的这皈依红路有来自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嘉南市，甚至宜兰、新竹，全部拢是即马政府伫咧公布的一寡热区。但是师父嘛真关心咱邦桥的道亲，因为师父拢是一礼拜咧台南，一礼拜咧邦桥，伫咧。台南要伫台北市伫要发生即个瘟疫灾难的时阵，师父拄啊落来伫咧台南，所以后来政府来做即个三级管制的时阵，师父就一直咧台南，就无阁去邦桥。但是嘛，拢有甲咱邦桥道亲保持联络，来甲因关心。那么母娘伫静坐中有甲师父讲，讲地主你毋免烦恼，圣人宫这皈依的这龙凤女，伊拢会保庇伊无代志。师父的内心也是真期待母娘讲的会当来实现，所以师父嘛拢会时常用这个赖，甲咱的台北道场的道亲保持一个相当性的这个联络。到目前为止，听起来，咱邦桥道场已经伫遐有皈依的龙凤女，至少差不多上百五个，至少一两百个以上个。讲侪无侪，但是讲少嘛无少。一两百个人拢是伫咧热区内底，要完全讲人一个拢无代志，这是嘛是一个真无可能的代志。台北市甲新北市正加起确诊率超过一万人以上去，尤其咱邦桥道场拄啊在即个板桥热区内底，哇，这是听起来事迄当阵嘛非常的即个担心啊。但是一直甲进台北市甲新北市经过即、這个。啊，灾情看起来拢有伫咧下降，吼，尤其像今仔日咱看新闻报道，啊，咱邦桥地区今仔才剩一粒确诊尔，吼，啊，剩诶看起来嘛拢有伫咧消退诶些个现象。那咱邦桥道场所有诶规只龙凤女，全部到今为止拢是平安无事，拢是平安无事。所以咱老母娘慈悲，伊讲咱诶规只。咱时常思念南无弥勒佛，会当离开这个三灾八难，你讲的就是这个。当咱有认真伫咧修行三宝的人，第一，在这个八难内底，咱可能呐，咱也用心有够，有认真伫咧学道、修道、共修、共伴，认真伫咧辅助道场、救世道众这道亲。就算恁伫咧热区内底，你甲看，嘛是互恁离灾避难。啊，当然，咱台南道场、屏东道场，啊，伫前半段，即个温热南部地区比较上是较安定小块，但是即个两间即个道场的道亲，听起来嘛无代志。但是咱屏东道场有一个皈依的师兄，伊咧驶客运车，有去载着一个确诊者，吼，哎，啊，当时人伊结果伊嘛无事，吼，啊，即嘛是值得咱个赞叹，吼。啊，当然，即那是巧合，也是幸运。啊，也是咱母娘慈悲，
所以老母娘讲，时时常念弥勒佛，三灾不然不来侵。这个不然是讲人间，那三灾就咧讲咱的灵性。因为这个大三灾，伊上受气天，上受气天，哦，所以讲，咱的脑皈依三宝，时常持念南无的弥勒佛，咱这个灵性才有法度去融化成为。所以弥勒祖师伊有讲一句讲。水火顶风清三灾，不入莲华难脱开。就是讲，咱若无来皈依莲华圣会的人，是无法度来脱开到这个三灾八难，尤其是这个水火顶风。那么，这个水火顶风，就是咧讲这个顶风劫。顶风劫就是咧讲，咱如果若无皈依莲华圣会，咱是无法度脱离这个三界的这个灾劫。三界所指的，就是这个气天。人界地狱，来讲这个三界。啊，有的人是咧讲欲界、无色界跟色界，咧讲这个三界。那么，这回伫咧咱老母娘讲一句：时时持念弥勒佛，三灾不然不来侵。伫咱圣人宫眼睛听起，即个皈依龙红绿；咱三经宫加起，即个皈依龙红绿，差不多两三百个。但是，到今为止，师父甲听起，大家拢真平安，嘛，互师父感觉真安慰。咱老母娘慈悲，现任上人慈悲，咱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慈悲，拢安尼，互咱遮龙凤女，大家平安顺遂。虽然在咱这个中间，大家伫咧这个这个三级警戒时阵，可能大家在这个职场上，可能造成到真济大家压力，这可能是。比较上较无法度片面，但是师尊嘛伫遮呼吁大家爱忍耐，这个时间真紧就会过去。因为老母娘讲啊，六十天，伊对六月五日伊是有开一首诗，伊讲五十听正令，六十全民可安宁。如果那是对这个五月二四，要讲五十天，拄啊到这个七月十三，啊，果然咱的政府伫咧讲。要延长这个三级警戒，都要到七月十二。最近这个疫情看起来嘛，慢慢有来伫咧下降。加上咱得到外国甲咱关这个疫苗，即马嘛有伫咧大量施打，包括咱的国产疫苗，高端甲廉价，看起来侪人数字拢真水，看会当伫咧这个七月底左右，包括八月初的时阵，看到会当互咱全民使用。所以书啊，看起来这时间可能也袂真长，大家忍耐一下，吼、哦，共度啊，这个啊灾难的这个时间，吼、哦。所以，咱老母娘讲六十天全民可安宁，这六十天拄啊好啊，甲这个七月二三，七月二三，吼、哦，七月二三才六十天。如果若看即马眼前即个局势，即个疫苗即马即个美国捐落来250万，即个莫德纳，即七月初就开始要注，嘛有可能拄啊注到即个七月二十左右，即批可能就差不多会完成，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啊，即个施打率，包括咱国产后壁可能佫接落，也是进口嘛佫接嘛。那么。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每一天的确诊率都差不多在三四十粒那个上下在那徘徊，那以老母娘在推算这样，这是属于个人的预测，有可能后礼拜台北市新北市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变化，可能这个疫情会更加下降，但是最近南部小可有一点啊较紧张啊，这就是有当时上天真正考验人了吼。在台北市、新北市遐严重的时阵，南部都真平安。偏偏真在台北市甲新北市慢慢伫咧平安的时阵，换咱帮咱台高雄啊、屏东、台南这附近，煞来有一挂这个疫情来发生，甚至这个这个细菌是即马眼前上歹处理的一个细菌吼，啊，所以讲希望这件嘛会当过去啊，请老母娘慈悲，上天慈悲会当帮忙咱的政府，会当把这个
控制的，因为下降者可能较好控制，因为下降者拢是一寡生活较单纯的人，所以因的生活圈范围较袂遐宽，啊嘛较袂复杂，所以伫咧做意调时可能比较上卖较单纯。啊，当然南部者会当伫短时间内卖当过嘛，请老母慈悲会当啊，吼积极会当来顺利哦，会当来化开。所以老母娘讲。咱时常持念弥勒佛三灾八难不来侵，这感情咱甲看起时阵，积劫确实，咱圣人讲这皈依龙凤路，拢有真平安，真平安吼。加上咱老母娘在五位时开的修息，甲眼睛为止事，甲伊观察、甲预测、甲做推算，好像也是有蛮吻合的哦。伊讲十天受心得龙凤吼，啊，这龙凤就是。咱嘛无去想到讲日本、美国会来捐献一个疫苗吼，咱在五月二时阵根本咱拢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哦，啊，忽然间来去买这个物件，这嘛是咱台湾人的福气。所以古早人常常讲啊，讲好事多做一挂，身躯贵人才会多。对某一方面来讲，伫咧过去日本311这大地震海啸时阵，咱台湾人民是全世界。捐物资、甲捐金钱上济来帮助日本诶，即个国家。所以日本即届嘛，为着要感恩咱台湾过去对三一诶贡献，所以伊嘛即届来捐啊，即个疫苗来互咱即个台湾人民使用。这就是古早人讲好心有好报。所以咱修行人，咱来记，老母娘常甲咱讲，福是修来，毋是求来。如果过去咱也未晓做这工作，搞不好今仔日都无这个贵人，嘛无这个福报。那么国家上，咱来有真济国家嘛，拢愿意来甲咱斗相共吼。这嘛是咱台湾人民过去伫全世界，无论对一个所在有灾难，咱拢愿意布施，也去做这个救济，才有这个福报。所以人讲，人布施能够修复这件代志，对这个这届这个疫情看起，嘛来证明着讲，真的是布施可以修复的。所以各位道亲，咱伫咧修行，咱一定要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哈。那么弥勒佛弘足台湾，伊会当来使咱灵性解脱，进入这个莲华净土以外，伊嘛会当予咱离灾避难。会当来保庇咱理财撇难，尤其若有皈依龙凤路，恁已经灵性归在这龙华三会，所以恁若诚心来持念这个三宝弥勒圣号，绝对会予恁有感应。伊讲若弥勒寺中持弥勒金线接引上礼堂，如果咱若有心想要修行解脱。最后要证这个无生法忍入这个龙华圣会无极乐天，咱除了伫咧打坐坐禅的这个中间持念弥勒佛以外，其实咱若是伫日常生活当中无妨碍到咱的工作，也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咱有闲嘛会当时时在伫咱的心中用默念的方式去持念这个弥勒圣号。咱会哪念，咱这个灵性会哪清，会哪清净。咱的灵性若哪清净，咱这个灵光就会哪光。咱的灵光若哪光，咱这个灵光这个金线，甲无极乐天天为伊迄类莲花，咱都有法度相接。这甲密宗咧讲有一点仔相共。密宗就咧讲，你若去接受这个密宗大师的这个啊福鼎这个灌顶的时阵。你的在人间的一个明点，就会跟天上的明点会相结合。这其实跟咱讲的有一点么相似。密宗的讲来讲，你人的身上的明点就会跟天上的明点结合在一起。这跟咱直咧讲来讲，你求到了，你这灵性的光线自然会跟你无极乐天天为一，迄个莲花的光线相接，这就是叫做金线，这金线。既然咱灵魂、咱的灵性这个金线，我都甲无极乐天天为伊的莲花的金线相接，那么咱的灵性本来就以弥勒祖师莲华圣会同住莲华圣会同住天盘，
虽然咱人还佫在人间，毋过咱的灵性的光已经伫天父伊伫遐标，即个标明挂号啊。咱的灵性已经是日时中间，拢甲咱伫天父伊迄类莲花保持一个灵性的即个相通。所以，咱的灵性虽然人在人间，其实咱已经甲弥勒祖师同住在莲花圣会，同住天般，同住净土。只是咱真感受袂到而已。如果咱有一天时间若到时阵，这个金山若无断，咱绝对会住在往生莲花圣会净土，绝对无问题。所以讲，通天佛灵真心咒，这个通天佛灵，如果弥勒祖师这个佛灵是真正有法度，互你会当了生脱死，会当互你通往无极乐天天父院的一个信号。弥勒净土是因为弥勒祖师弘慈台湾，在伊修行过程当中，伊所立下的愿所成就的净土，所以咱爱持弥勒佛的圣号，咱才有法度跟弥勒净土相应。这就是甲过去释迦牟尼伫咧传道的时阵，这个华藏比丘以四十八愿成就西方净土。那么咱要去西方净土，咱就是爱持南无阿弥陀佛，咱才有法度甲华藏比丘的净土相应。但是进莲花三昧，已经这个净土转入这个弥勒净土，咱都爱持南无阿弥陀佛。尤其咱这圣人宫皈依者梁红露，咱既然皈依圣人宫的三宝，咱绝对都爱来持南无阿弥陀佛。吼，唔通你已经皈依这个三宝了，啊，你搁定定咧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安尼都唔对。吼，你看你若去佛教，你叫去念这个啊一贯道无太阿弥陀，你看伊嘛唔念。你叫一贯道去念阿弥陀，伊嘛唔念。各门各宗各派拢有伊法门，有伊这个通天佛灵，咱都爱遵守。安尼顺这个三宝的功能，才有法度真真实实的给展现出来，甚至会当达到这个效果，让你会当真实的去感受到伊这个应验。所以讲，真心持念必有应。如果咱会当遵守母娘这个交代，真心的去持念这句弥勒佛，除了会当给你护心保平安以外，嘛会当让咱的灵性解脱，会当以弥勒净土相应，最后会当同证莲花圣会，以弥勒同住净土，这就是叫做同住天般的意思。所以真侪人讲，师尊什么叫做同住天般？同住天般，其实就是咱甲弥勒祖师同愿同净土的意思。同愿同净土的意思，这叫做同住天盘。弥勒祖师，伊是一个末劫的这个救世主，嘛是末劫一条最后的一尊佛。伊是末劫的这个救世明灯救世主，应讲是众生的什么？的这个圣主，众生的这个灯塔甲希望。弥勒祖师是末劫众生的一个灯塔，嘛是末劫众生的一个希望。所以咱末劫的众生，那一旦得到弥勒祖师的这个弘慈大愿加庇，得到这是咱的福气。莲花三昧应允天时、天时地利人和，应时应允，这是天灵啊，这嘛是一个啊时劫。弥勒祖师应第十分，这嘛是上天所安排落去，有应时应允天命经。弥勒祖师历经道经、天命经、道统经、净土经。是佛应允真，这拢是天命的这个传承。一个应允的一尊佛，这拢爱有时有运。你看释迦牟尼，伊就应在昂扬期；那么弥勒祖师应在这白扬期莲花三昧。所以各位道亲，咱皈依莲花圣会这道亲，咱唔免怀疑，咱念阿弥陀佛较好，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较好？如果你那是一个净土的修行者，那么你就照你的方式去修。但是如果你已经皈依在这个莲花圣会，那么你就要来好好来遵守你这个法门来修，这样才是正确。不通脚踏双船，到尾无一只船你坐会载，也无一只船你坐会稳。我早人常讲，一门深入，八万四千皆通。只要咱诚心去持念弥勒佛，咱绝对有法度达到弥勒祖师弘慈台湾要普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度咱去莲花圣会。
会当来依弥勒净土相应，最后会当来离苦得乐，离这个六道轮回，离开这个人间娑婆世界的这个苦海，得到这个啊，咱弥勒莲华圣会这个净土，底下会当来过着啊，这个安乐极乐的这个生活。底下不生不灭，提到弥勒净土，也是这个世界佛陀讲的。那入净土世界，你未为着事业烦恼，你未为着你的身体破病的烦恼，你未为着七情六欲的烦恼，因为去迄个世界拢是清净的世界。迄个世界众生未破病，迄个世界的众生唔免为着赚钱的烦恼，迄个世界的众生唔免为着这个私欲自性的咧烦恼。你看迄个净土的殊胜，是毋是真快乐？无忧无愁无烦恼，这就是一个净土世界。在天界、天道世界，还有欲望的世界，这是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就讲，就这个弃天神，因嘛还有，还有这个男女的情爱，嘛还有物质的争夺，嘛还有寿命约束。这拢是既然有寿命约束，有这个情爱的这个约束，有这个物质的约束，这拢比较上的时阵，拢是还有烦恼。只不过是因的寿命较长而已，寿命较长而已。所以天界天神，唔是解脱，因为因还阁有最后因的向因的退休了到的时阵，因赶快辛苦的发愁来对着这个地狱道，这嘛是应讲是一个生命，我们应讲生命。天界这个神界，因嘛是有一个娶亲嫁娶。因这个天界的众神，因毛是伫有咧争夺这个物资，啊，无像阿修罗会甲天界五百年战争一届，因就是为了抢夺这个物资，抢夺着这个物资。哦，这佛经记载，阿修罗五百年拢会甲天界战争一届，就是为了抢夺这个因这个需要的这个物资。每一个界内底拢有因的生活方式，只要呐无得到无解脱，拢有因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生活方式都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有悲恼苦，生老病死都总要去面对，只是不同样的方式而已。地狱道也有生老病死，地狱道因那寿命完的时候，他们也过来出世在畜生道、人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六道中，这也是同样是叫做生老病死。各位，地狱道也是有这个五鬼，为什么伊会不多要？嘛是有这个食物的欲望啊，同款有食物的欲望啊。所以有真济这个宗教拢在咧讲啊，我们这施食的供养这鬼道众生，既然用这个施食施食在咧供养这个六道这个鬼道众生，那么表示这个鬼道嘛是有是有这个什么？嘛是有这个食物的这个欲望，是为无？所以甲人道拢同款。只是无同款的生活方式而已。天道、人道、地狱道，拢同款有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甚至嘛有这食物、物质的这个欲望。所以各位道亲，唯有莲华圣会这净土世界，无生老病死、不生不灭。唯有这莲华圣会净土，唔免为着物质，唔免为着私欲自性在咧烦恼。这种净土世界，正是让咱的灵魂自由自在解脱的世界。去的世界嘛，无七情六欲的这个烦恼，嘛无忧悲恼苦的烦恼，嘛无为着私欲自性的烦恼。这种殊胜的净土，咱唔去，咱要去倒位？咱咧求的，就是要求这个灵性的这个解脱，让咱的灵性唔免过来在这个七情六欲。而是这物质欲望的世界，生老病死的世界，底下沦为痛苦。修道要解脱，就是要解脱这，要解脱这。噶既然要解脱这，咱的灵性就是爱找到一个净土，你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你若妄妄啊修，是要去天道，天道嘛是有天道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轮回。人道更加免讲，地狱道同款。地狱道的生老病死比人道更加艰苦，更加艰苦。啊，所以讲，咱个既然求三宝，来圣人宫求三宝，咱圣人宫的三宝，道统就是弥勒净土。
既然是美丽净土，咱就要用心去持一句美丽圣号，以美丽佛祖的这个净土相应。美丽祖师方主大愿慈悲，伊嘛会感受到众生的这个念力，甲伊相应。所以有一，咱若认真持念，咱会比美丽祖师相应。所以讲，真心持念必有应。咱若诚心诚意去持念这句弥勒佛，绝对予你有感应，绝对予你感应。所以各位道亲，咱的三宝第一宝求名师点开玄关灵窍，予咱成德后修。但是重要是咱的灵性得到了，心是要去倒位，就是要去这个莲华圣会净土。所以咱的三宝第二宝、第一宝、第二宝，这种是一个相关性的。拢是一个相关性，嘛应讲是一个相通的、相通性的一个一个修行法门。你求名师开这个玄关灵窍，如果你若唔知影开这个玄关灵窍，最后你的灵魂的归处是咧倒位，安尼嘛是有欠点，嘛是有欠点。所以咱的三宝，第一宝求名师开你的玄关灵窍了时，咱爱知影咱的道统咧倒位，咱的道统灵归何处？咱的灵归就是要来这莲华圣会净土，所以咱的第二宝莲华净土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咱的第二宝通天佛灵就是爱来持弥勒圣号，才有法度去与弥勒净土相应。所以弥勒圣号就是咱通往莲华圣会的一个什么通天佛灵嘛，应讲是一个信号，嘛应讲一个信号。简单讲就是讲啊，咱就敢那好亲像摕到一个要去莲华净土的一个一个。这个口诀啊，口诀啊，这个口诀，所以修道要有口诀，别使无口诀。啊，口诀就是咧讲这个，啊，所以有人讲修行要修口诀，要口诀。啊，什么叫做口诀？通天佛灵就是口诀，口诀，啊，佛教密宗叫做心咒，啊，心咒其实就是口诀，口诀的意思。所以修行修道，别使无口诀，别使无口诀。无口诀，无口诀，你就无净，无就通往净土的这个佛灵。所以咱爱持弥勒祖师的这个圣号，就是好亲像咱要去莲华圣号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咱一定爱该持哦好。所以各位道亲，咱的第二宝嘛是真重要，嘛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咱的第三宝，就是这个通天佛印。那么通天佛印，各位道亲，通天佛印不是无作用哦，各位要注意哦。咱伫咧修禅过程当中，咱的人是阴阳心，咱的手是左阴右阳，女孩子是左阴，男孩子是左阳右阴，女孩子是左阴右阳，这是天地造人的一个妙观。那么咱的金刚手印就是咱的手，咱的正手去握咱的左手，而且拇指再来用咱的左手抱住咱的右手，产生一个太极。那么这太极是这个阳就在外面，阴就在里面，接着是叫做阳抱阴，阴。那么这个太阴又抱这个少阳，然后太阳又抱这个太阴。这就是阳破阴，阴破阳，就是叫做水火既济，阴爆阳，这叫做破元修一。破元修一有什么？就是会当回动咱人体这个阴阳，和咱这个人体阴阳会当来转这个周天，和咱的灵性在这个阴阳合体这个过程当中，和咱这个周天会当来转顺，达到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欢喜、三化注定的这个修行方式。但是您经过名师得到求道了、点道了时，其实已经把您的精气直接入去玄关，所以咱这个三宝就是安会当直接把你安那，把你化气成神，唔免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修炼方式。过去咱伫咧修行，拢爱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炼这个化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欢喜。即马唔是恁求道了，先点开这个玄关，直接玄关达到三花之顶，就是人神欢喜的世界，人神欢喜的世界。因讲直接人神，把这精气直接入起来这个玄关，把精气神直接入起来玄关，把这精花、气花、神花
直接入去玄关，就叫做三花主殿。三花主殿。那么这种若无天命、无妙诀、无这个口诀，这其实是无法度做得到。所以圣人讲三宝，有法度透过玄关灵窍，直接给你点开你这个灵性显露出来。这是真济人爱修到三花主殿的世界，才有法度做得到的这个程度。但是圣人讲的三宝，都是有法度让你成德修修。连个三花主殿一起如来，这就是叫做得道的意思，这是得道的意思。啊，所以讲各位道亲，那么只要一首诗，老母娘讲讲，乾坤金光通天印，水火相逢乾坤定。水火水属阴，火属阳，水火相逢就是他拄仔咧在咧讲诶，水火既济，乾坤定位。啊，修行人讲爱什么抽离波坎，推离波坎，这就是叫做水火既济。那么咱的手手抱太极，阴抱阳，阳抱阴，阴抱太少阳，太阳抱太阴，这就是叫做阴阳。那么阴阳又称为破元修一，破元这个破元就是破这个阴阳，修咱这个精气神的这个元。修一呢，守住玄关，守一，守住玄关叫做破元修一。当咱这个三宝的时阵，金光手印地顺已经转咱的身躯的这个阴阳，阴阳这个昨天的时阵，咱那意所神观迄个气场就会更加通畅，会更加顺，直接把这个精华、气化、神化，会在这个咱这个玄关的这个顶头底下在练练这个灵功，练这个灵功，练这个性功，哦，灵性的性，哦，练这个灵性的这个性功导体，好，咱达到这个发心的世界。所以讲阴阳合卦无主逢，阴阳合卦这个无主逢，无主就是在讲这个啊，无主就是在讲这个亥子的意思。一贯都讲亥子，亥子相逢为亥，亥子的亥。简单讲来讲，咱这个手呐，定在这个阴阳的所在时阵。那是在这个地基十二地基的时候，拄仔手拄仔点在这个亥乙子的地方，又称为亥子道，吼，又称为亥子道。那么这个过程，亥跟子称为孩子的亥。那么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叫咱修行人爱回归到这个囡仔拄仔出世迄个时阵的迄个赤子之心。各位道亲，恁若有印象，迄囡仔拄出世的时阵，是不是无烦无恼？不多要怎样通好食，啊，怎样通好困安尼尔，无烦无恼，迄个叫做赤子之心，哦，伊嘛唔知影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唔知影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伊嘛唔知，这个叫做赤子之心。咱修行人破这个阴阳，回归到这个赤子之心，简单讲就是讲，啊，把咱这个心回归到。本来咱的灵性佛性的世界，咱的灵性佛性的，伫中央讲天命谓之率性。咱这个天命谓之率性来讲，咱这个灵性本来就是有具有这个佛性，有这个良知良能。何为良知良能？师父顶回课都讲过，良知者不舍而知为称为良知，不舍而能称为良能。那么不舍而知的表示，这是自性显露出来一个什么？显地性，不舍而能，就表示讲由自性显露出来的这个能力，这个展现这个能力，自性化用的能力，自性化用的智慧，又称为良知良能。所以六祖这样讲：自性常真经，真经常自性。六祖慧能讲，修行人经典不是提经来念，叫做经典。对类自性中所表露出来一挂即真理真法，契机契理明心见性的这个妙法，拢是叫做经典，拢是叫做经典。所以，咱伫咧讲诶，咱咧伫修行，要回归到这个赤子之心，回归到咱的这个本性的这个良知良能，达到这个灵性合一，回归先天无极这个法体的时阵。咱一定爱修这个精，所以破元修一，破元就是讲破这个阴阳，练这个周天，和咱这个灵性，所以叫做专注，所以叫做专注。咱那专注在玄关处，默念南无弥勒佛，安尼时阵，你这个念
伫咧专注念佛，所在神观，伫咧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时阵，你的八一识等，你的八识当中就不会再起妄念。怪道亲，真侪人咧灵修道场，伫咧修，拢会去问真侪，因为过去师父还未传三宝时阵，冒甲真侪灵山道场，而这个道场伫咧修行。有当时啊，咱伫咧修行的时阵，拢会去问这公主还是主持讲，啊，师父啊，是公主啊，我那拢心那拢静未落来。伊拢会讲啊，你坐了无够啦，啊，你着心无静啦。过去咱唔捌的时候，咱拢是讲，拢会感觉咱是无认真安尼哩。但是后来咱拢更加用更加侪时间去认真的时候，同款无法度突破迄个问题，同款去问迄个公主的时候，迄个公主同款迄句话。啊！你着心无静啦，你着心无静啦。但是有一天思考白的时阵，就去问迄个公主：“你拢讲我心无静，但是你唔知有法度甲我讲，我的心要安怎才静会落来无？”当我甲问即句的时阵，迄个公主就袂晓甲我应啦。伊讲啊，你去求你的主啊，求你的主甲你斗三工。啊，这灵山的呐，去互主斗三工，本来无来无回，来甲地转回来啦。本来在咧心未静啊，搁去互灵来乱咧，甲地拄啊乱糟糟。那么如何静？咱的三宝就是咧教咱心安怎静。第一，求明师点开咱的玄关灵窍了的时阵，锁头顶上颚，锁握这个金刚锁印，然后呢坐姿选择一个自然的坐姿，然后一锁玄关，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你一锁玄关，在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会再起妄念。当你在起妄念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心已经飞走了，赶快又拉回来，锁住玄关，又念南无阿弥陀佛。长久这样子修炼下来，你就会常常去熏习、去分析这个熏习的心，哈，定定去改分析你这粒心，和你这个心透过熏习的方式。慢慢培养这个专注，专注的心就是叫做，让你的意念会当固定在一个所在，还是一个念内底，让伊袂得过来起心动念出来。这就是，当你若我了修改你这个念专注专一的时阵，你这个妄念欲望就袂阁现出来。袂现出来的时阵，那么表示就是你这个灵性就已经愈来愈清净了。当你的妄念愈来愈少，你的这个有这个欲望就会愈来愈少。当你的妄念愈来愈少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会愈来愈少。当你的妄念愈来愈少的时候，你对贪嗔痴七情六欲的世界就会愈来愈少。当这些因缘拢愈来愈少的时候，你的灵性就愈来愈清净，就愈来愈清净。所以，要安怎才会净？真侪修行者拢讲，我的心拢静未落来。如果你若唔找一个方法，无爱去找一个法门来修，你安怎就静未落来？尤其是真侪灵山道场，拢透过你去遐地下坐，等下你的主导来甲你教，师父看足侪，大家哪修心哪乱，心哪乱。有人讲师父啊，我着工作上也足无用的，经济上嘛足困难的。有当时啊，心就静袂落来。师父甲你讲，你愈安尼，你愈需要静，爱心爱静来。因为师父来讲一句话，互大家做参考。一个人你工作袂顺，财务袂顺，这个表示你前世业障真重，这是你的业障现前。业障现前，你必须要去改变你的因果，你的命运才会改变。所以呢，要改变命运上好的方式，就是要改变你的观念。你愈未顺，你愈需要去修行。但是，通常在这个佛教世、这个佛法世界，真侪众生想法拢倒变，拢讲到等我较顺呢，我才来修；等我赚有钱才来修。但是你怎啊无去想到，你怎啊赚无钱？你怎啊会未顺？这就是你的因果的现前。改变因果上好的方法就是修行，就是修行。啊，有人师父讲啊，我到了要无钱啊，我来恁这道场，我也无钱，我嘛无法度修。那么圣人讲，这个道场嘛，未予咱有，未予人这修行者有这种困扰。如果在咧真侪因缘拢积聚之下，
你若认为讲你是因为工作上袂顺，身体袂好，你才袂顺，心才袂静，安尼师父奉劝你一句话：你愈爱入来修行。师父在板桥道场，也是台南道场、屏东道场，伫遮办道救世，咱的身份伫咧降乱、降断来遮为众生消灾解的过程当中。嘛有真侪新来道亲，一入来时，拢要来问事业、身体、问运道、问婚姻。当然，当上男性咧问这个问题时，拢特别是伊心中都是有这方面的烦恼。尤其师父上届拄到拢是真侪工课上，哦，尤其师父最近咧帮教道场，都处理真侪道亲，哦，本来拢是伫咧做这个黄种的工课的人。第一未入咱道场的时阵，拢真未顺。是来问时，师父拢甲讲，你都爱来修，你才会顺。伊就讲啊，我都道理未顺啊，我拢因为做方丈物件拢咧外口走，我哪有一时间拢来修？啊，你咱禅师甲讲，你都爱来修，你才会顺。后来师父嘛甲伊奉劝，啊，无你就用一个月、两个月时间试看卖咧。如果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了，你感觉阁未顺，安尼可能。你家己也较无用，但是呐，用一个月时间、两个月时间，你若真正有顺起，安尼表示今日个道场甲你讲个方向是对个。那么安尼，你必须要腾出一点时间来修这个福报，你才好来改变你个命运。所以咱无能正讲这个福是修来，毋是救来个。但是要修行，要来改变这个命运，必须要让咱个心爱静乱。咱这个心若静下来，是咱的业障才有法度改变。当你这个心若静下来的时阵，你有真侪人生的命运就会对你改变。如果你若法度搁来加上，你皈依了时，会当来道场来参悟这个道场，来遮做义工度众生，来服务众生，来这个修这个福报，安尼你的福报会更好。所以咱的三宝第一，除了你来求名师来点开这个玄关灵窍。会当予你的灵性解脱以外，咱的第二宝就会当予你持弥勒祖师的这个佛号，会当予你灵性以这莲花净土相应。以外，咱弥勒祖师弘誓台湾嘛，会当来给你消灾解厄，会当予你平安顺事，会当予你求福得福、求财得财、求平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在这个三宝妙修行过程中，你真心持念这个弥勒圣号，嘛会当予你得到你的这个殊胜。而这个成果，只要咱诚心学道，有求必应。所以啊，咱这第三宝通天，这个通天佛印，就是咧讲这个普愿修印。普愿修印，咱这个三宝爱合一，安尼才有法度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妙法，缺一不可。啊、哦，缺一不可。啊，有人啊说，我咧行路念南无弥勒佛，舌头顶上颚，一手神观还可以。但是我敢有可能走路的时阵手骨去打手印，哦啊、当然，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方便就好。如果咱若是咧一个做一个做正事的，就是咧打坐修禅的时阵，咱就是三法印要照教，哦，咱的三法印要照教。所以三法印就是讲，第一步修玄关，第二步默念南无弥勒佛，第三步咱这个金刚手印要打好，哦，要打好，这就是三者缺一不可。这种也相通性，所以如果你拿我的普愿修为转九天，伊讲五气调元定神龙，安尼时会当甲你转你这个五气调元，何为五气调元？天有日月，天有东南西北中，地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意心，肝木气金心火脾土肾水，这嘛是叫做五行。这个五行的五气，在咱的人体内底，咱透过打禅静坐，会当来转这个五行之气，和咱这个气通，再来进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一。五气调元，才有法度使咱这个灵性会当来啊，这个光明清净。所以定神落就讲，咱若法度练到五气调元，三法注定，咱就有法度定神落。定心了就是简单讲就是得道的意思，就是得道的意思。你若法度安尼来修这个三宝，绝对会当予你得道
达到成道成就佛法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境界。三宝妙法金山印，三宝妙法，你若法都透过这种方式修行的时候，让你这个灵性灵光，他对咱在第一步就讲的，咱这个灵性灵光来当得到清净，自然咱都有法度甲咱提。咱伫咧皈依的时阵，上天有赐一个法号予咱，有个咧咱天父因有甲咱标明挂号，咱即个灵光灵光自然都法度，咱甲天父因标明挂号迄类莲花会当来啊，即、這个相应，最后会当来金山相应，得道上升。所以通天佛印应天心，应天心就是讲，咱自然有法度甲即个净土相应。天心代表净土。代表这个法界的意思，代表自然，代表自然法界。咱若我都安尼好啊修，咱自然都有法度甲弥勒净土的这个自然法界啊，这个相应。所以过道亲，咱这个三宝讲到这时，大家就了解三宝爱合修，爱合修。所以圣经讲的三宝有殊胜无？真殊胜，咱都要用心去甲伊学习。所以最后三宝要结束的过程当，这个课程当中，咱最后一次修记，这个时机是咱显然上人来讲的，伊讲圣人三宝妙心法，奉天行运天命经，三机合劫救众生，龙华三会好家己，寻求明书一枝贤，直超三界正无生。伊讲圣人讲的三宝妙法。是奉天行运真天命，圣人讲的三宝妙法，不是师父家己编的，是咱显灵上人母经老庙胡乱来讲，这叫做奉天行运。因为显灵上人母经老庙代表天，代表宇宙法界。显灵上人母经老庙，伊是宇宙之主、万灵之主、法界之主，所以伊代表天，伊代表宇宙的一切，所以奉天行运。这个三宝是无穷老庙显灵上人所讲，所以咱的三宝是会当通天达地、奉天行运。这个、天命是真，天命有真，这个三宝作用才会出来。这个三宝，这个作用，也是这个启发，也是这个通天佛像，也是这个净土，才有法度应真，嘛才有法度应实。所以咱的三宝有真，有成这个天命。三机合劫救众生，在这个末劫来临的时阵，咱这个三宝才有法度在这个三灾八难的这个三机末劫中，救度一切苦海因缘众生，会当来离开这个六道轮回，正龙华三会。龙华三会好家己，就是讲各位道亲，在青阳安居的时阵，拢爱靠苦修才有法度得道。只有龙华圣会，会当和恁求三宝，直接升得后修。这过去的青阳安阳，你根本就无这个机会，所以这样讲龙华三昧好家己的意思，就是讲，咱虽然出世在这恶劫众生，虽然这个恶劫有较比青阳安阳是较艰苦，但是相对的说，修行比青阳安阳较容易修，以易修易得，啊嘛易得易修，都看你有迄个心无利益。伊讲寻求明书一枝贤。只要你肯求明书来求道求三宝，绝对会当予你直超三界正无心。咱的三宝，只要你求明书来求这个三宝，绝对有法度予你了生脱死，达到了生脱死，予你会当灵性，会当入不生不灭的世界，予你袂再来六道轮回。今仔这个三宝妙讲到这，大家都要清楚，圣人讲的三宝。甲一贯道的三宝无同，因为圣人讲的三宝有讲自性灵性的，有讲到这自性灵的修行世界。圣人讲的三宝有在讲地狱九贤七祖完亲祭祖的这个皈依的世界，所以甲一贯道佛教的三皈依完全无同款。所以圣人讲的三宝殊胜特别，也是甲人无同款。但是印度即卖目劫众生灵光百体的这众生的需要。这个三宝，就是咱灵界，这有这灵界的这修行者，唯一的一个妙法，嘛应讲一个上殊胜的妙法。因为既然恁离未开灵性的干扰时阵，那么这个妙法，就是要来救度
才有灵性的这样修行者的一个妙法。上天慈悲，降千门万法的度众生，佛教有佛教的这清净修法的因缘，一贯道一贯道有清净修法的这因缘。但是灵界的这灵主嘛真多，如果呢对青阳修能力、昂阳修能力的时候，灵界下凡全部的这灵主有灵媒体之上，上个有超过四亿，这四亿的人这。这灵主必须要嘛有妙法来导引倒转去。圣严经这三宝妙法，就是有在讲着这个灵性的修行的妙法。在灵修界三宝妙法，真正在灵修道场有三宝妙法的，咱从圣严经已经讲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当然外口有无，咱无法度去了解。但是咱从我师对灵山界有清楚，我甲看起圣严经这个三宝真正是独一无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踏入圣严经来求这个三宝，尤其你若是有这个灵性灵媒体质的人，这是你的福气。如果你来求这个三宝了，还有机会来参与这个道场来共修共办，这更加是你的福报，更加是你的福报。所以今天师尊在这里也勉励我们圣严经这些皈依弟子，您已经求道了，您已经得道了，您求的多，您就得多了；您求三宝，您就得多了。但是您得多了，是您爱更加爱知影要安怎修道。得多是一个开始，修道是一个圆满。当咱得多了，咱过来圆满，圆满咱这个灵性，圆满咱一切功德，圆满咱要来救度众生的这个愿力，来满这个愿，了这个愿。安尼，咱正话就回归咱这个本位，归根复命。所以，咱这皈依的道亲，恁既然求道，你是一个得道，得道，咱就要有得道的这个属性、使命，咱要有承担这个龙华三会使命的这个观念，共同来扶持这个龙华圣会，共同来办理这个龙华圣会。哎，大家这佛祖道亲，哎，同心同德。合心合德，要扶持所有的这些因缘，对真贤修学，咱拢爱有法度来有一个包容的心，爱有来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互相啊这个提拔的这个心。而且嘛，真感恩咱今仔日这道亲来参与咱这个共修，如果若方便。会当尽量甲伊分享去予需要看的人，也是会当对咱这个法门有啥物参考的人分享，来参考看卖。哎，何必这道友，吼，啊，即咱这资深长老，也是咱这长辈，啊，修学伫遮，啊，来讲咱圣严经的三宝，和咱这啊资深长老，也是咱何必这的啊道友，啊，如果若有这个因缘，大家互相研究做参考。圣严经这个三宝是现年上人老庙所讲，哦，咱嘛会当来给参考上天所讲三宝殊胜在多位。每一个法门拢是有伊的殊胜，甲伊的优点。圣严经的三宝，在圣严经行道这么多年来，师父的经验经得起考验，嘛经得起众生的应这个考验甲应证，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应证，实实在在在圣严经。一个执行这个三宝，这么多年来众生的感应影响是不计其数，不计其数。所以咱得到这个宝，得到这个道，咱拢爱珍惜，爱把它当作是咱生命中唯一的一个宝，咱生命中唯一的一个方向，这就是道。所以在这边的咱的道亲，您已经求道得道了，咱就是一个成道的这个灵性的佛祖。咱要有佛祖的慈悲，要有悲悯众生的这个心愿，安尼才有法度显出道的可贵，才有法度显出道的这个殊胜。修道人是要来度众生，不是要来满足自己利益，所以在这面的大家会当精进努力，再三精进努力，精进再精进，努力再努力，会当来成道成就佛法，救度有缘众生。感恩各位，也嘛感恩咱 FV 这的资深长老道亲，啊，今日一只祝福大家平安顺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恩。